哎呦，等我会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哎呦，哎，这场地好酷哦。哎呦，运动员落场了。哎呀，哎，那么讲，哎，搿只国家的运动蛮好酷哦。啊，哎，人蛮上度。哎呦，搿是啥国家的？哎呦，对不对？穿个羽毛啊。哎，日本的衣裳还蛮好酷哦。啊，哎，这牌子好像侬也有个。哎，这个国家就代表团就一个人啊。那么一个额头秃了几个人算啥啦？估计是教练团。哦，哎，搿白老子登去还蛮开心哦。哎，凭什么这样？不进来登去不想想呀？哎，这谁的？我猜了中国骑手啥人？我猜是谷爱凌。侬猜呢？我瞎讲啊！哎个宝宝，哎个苏炳添。冬奥会。哪能讲呢？这冬天不跑步啦？伊娘子蛮好呀，蹲了前头，不来登去好嘞。伊搿么搿冬奥会哪能讲啦？搿乒乓啥就勿当啦？啊！哎呦，非洲国家了！哎，非洲又没冰了，搿啥闹嘛？哎，侬看旁边的，哎个挥手，哎呦，挥了马力哦。嗯，不容易哦，这么吃力。哎，伊拉可勿哦，实际上像妈妈好跳，人家叫了几嘿嘿，欢迎哎，妈妈来了。哎呦，中国来了，哎呦，那边讲哦，中国就摆了绝对值得赢哦。哎呦，中国这个衣裳还老好看啊。哎，你去帮妈妈搞去。那么我们还是不个啦。谁哟？搿开幕式衣裳看勿着对伐？衣裳总归让我忘记伐？